爸爸的心切，爸爸买了一辆新汽车，我都想坐新汽车去公园。妈妈、哥哥、姐姐，奶奶，爷爷，阿姨和叔叔坐上了车，小狗和小猫跳上了车，我和我的朋友爬上了车，爸爸大声叫，这不安全啊，全都出去，爸爸把车开走了，我们只好坐巴士去公园。